九九三，看看我就来九九三，创造自己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这档主播，我叫小月月，喜欢我的小哥们记得把直播通知勾一勾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准备开始跳舞啦，这一档由我来接档啦。小哥们打卡点心签到一下，麦序上一号麦序二号麦序三号麦序，主播右键点击关注他，然后某五星五秀嗨翻天，喜欢看跳舞的小哥们可以约一下。好嘞，是吧，你怎么这么晚睡啊？好，我们开始跳下一个舞啦，记得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，社会话题天官。吃饭了吗？我也还没有，我等一下跳完去吃。
得一定要点关注啊，我楼下有个算命的老大爷，他今天跟我算了一卦，他说今天只要点了我直播通知的小哥们，来年以后一路顺路路顺，一路发路路发，银行发到你的家，从此以后腰不酸腿不疼，一口气上十楼都不带喘气了，没有对象的能找到对象，有对象能跟对象越来越好啊。所以说咱们把直播通知点一点，为什么是来年？因为你今年有我呀。好，我们跳下一个吻。
点关注的小哥们，赶快关注点点啊！还有最后一句了，时间，谢谢。在这浩瀚的 YY 界，我就独宠咱们993这帮老爷们。知道为啥吗？因为只要我一上来，你们就说实话。我一上来，你们就说主播好漂亮，主播好漂亮，净说大实话，所以就宠你们，颜值不尽，夜不夜，夜夜夜夜夜，好夜好夜。来，咱们没有点关注的，点直播通知的啊，记得把直播通知点点。谢谢志伟哥哥送的球球，然后咱们麦序上主播一号麦序二号麦序三号麦序四号麦序，咱们记得把关注点起来啊。不委屈，我讲的都是大实话，然后我们有小心心的哥哥们，充满心心点点姨娘。我怎么突然之间多了一个小姨子？